OK，昨天维修哦，维修超久的，然后有破图的，赶快更新一下，而且好像要重载的样子吧。昨天也是卡灯，然后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图灯，昨天要先图灯啦，说错了。那我现在每秒就是昨天的到10小时，就是25.14 C，哎，有点好。但是我觉得这种挂机手从以前就很热门欸，就是从那种怎么讲啊？大家玩过晋级的喵喵吗？欸，不是晋级的喵喵，就很像叫什么？很像你是放置挂机喵喵的吧？而且以前有一款也是月挂猫咪的，然后它就是会越老鼠的，它就越挂老鼠会越多只，然后隔天上线老鼠就爆仓了，傻眼。哎，没这么快吧？等我一下，眼镜蛇，剑龙感觉僵了呢。我不知道，我对剑龙有点印象。剑龙先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我应该讲多只一点吧。哎，我不知道讲饰品箱吗？一下虫，没关系啊，反正那个讲过，我们就来讲那个饰品箱。等一下，饰品箱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那像这边有饰品箱。不是啊，我们可以抽一次就好了。对吼，我都忘记了。欢迎听那个嘛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手机游戏就玩到这里了。嗯，我的实力算是有在进步了吧？嗯哼。